我叫兜兜，是杰瑞的同桌。好久没有更新爆笑校园系列了，今天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好玩的事。那是我刚来到这个班级的时候，那时我和杰瑞还有王小豪都不认识，不过有一节语文课算是让我彻底的认识了他们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造句，把我跳了给校长孔雀舞爷爷之连成一句话。本来以为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能马上回答出来，结果校长爷爷给我跳了只孔雀舞。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校长爷爷给你跳舞？我爷爷给校长跳了只孔雀舞。你爷爷怎么不揍你呢？校长给爷爷我跳了只……行了行了，这么简单都不会。王小豪，你来回答。老师，这个难不倒我，我给孔雀校长跳了只爷爷的舞。人才都是人才，老师一脸不高兴，看来只能他来公布正确答案了。真正的答案是我爷爷的校长给孔雀跳了支舞。哎呦我的妈！小伙伴们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我的班级，我也懵了。你们说这个句到底该怎么造呢？